些人清楚，你们大家都了解，陈耀祥坏事越做越多，官位越来越稳，他已经自作贱成为苏贞昌的小弟，苏贞昌叫他说你砍谁他就砍谁，叫他杀中立新闻台他就杀中立新闻台，叫他砍 TPPS 他就砍 TPPS， 完全配合政党的操作。陈耀祥，历史会记住你，你是 NCC 主委，别忘了当初是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不断的强调党政军退出媒体，现在是党全力介入媒体，一个人一个台啊，你可以看中庭新闻台砍掉以后，五沙台给华视新闻，中庭新闻台过去的收视率排名前三名啊，现在呢华视新闻台跟 TPPS 比啊差快50%，这是数字会说话，这就是政治干预媒体惨痛的结果。陈耀祥，难道你不心虚吗？陈耀祥，难道你不会做噩梦吗？可以想一想，为什么一定要让华视去？华视听清苏贞昌啊，这次为什么静听室一定要上来？这次是硬需要啊，一个人要一个电视台，为了他们下台以后不要被斗争，陈耀祥完全配合。裴伟已经公开证实他是碰风，他说他碰风，可是他确实讲弱话，他说可以透过总统府要求总统府要行政院施压 NCC 给静电视执照，真的给了。所以陈耀祥已经是一个傀儡主委啊，任人摆设，上面的人叫你向东你向东，向西就向西，叫你舀水你也舀水，何其悲哀啊！好的一个教授的名节来这里自作贱到这样的程度，只为了你的官位，真的陈耀祥可耻。陈耀祥下台，到了吗？你看到，你看陈耀祥，哎，自己就知道下台了。陈耀祥知道下台了，陈耀祥知道下台了。陈耀祥自创建变成民进